Hello. 我唔知道我点样几时揾咗呢个。OK。Hello， 大家好。最近 Sarah 减价。如果香港嚟讲咧，我平时系最中意睇 Sarah 同埋 Topshop 行街嘅。咁我都知道其实 Sarah 做咗减价系已经有一段时间噶啦，所以我就更加尽快要同大家分享我琴日到底喺 Sarah 减价入面咧拣咗啲乜嘢啦。咁我以下落嚟着嘅衫咧就唔系全部都系 Sarah 嘅，不过我喺下面咧都会话翻俾大家知我系喺边度买啦。咁呢款其实都系啲好 basic， 可能系啲牛仔裤啊、吊带衫啊咁样嗰啲，应该系周围都可以揾到噶啦。咁所以就唔使惊啦，跟住啲音乐嗰啲咧就会打埋喺下面。首先我就揀了这条军绿色的裤，我觉得它的质地有少少像西装的，应该洗过都不会起粒粒的。它原价就是249，但它现在折了就是119。这条裤的颜色非常好衬，我就衬了一件黑色的一字薄冷衫，因为它比较松身和它的长度关系，我今次就衬了高踭鞋。不过其实穿波鞋也好看的，但我就比较矮或者脚短。虽然我平时比较多着一啲黑白灰嘅衫啦，但有时见到啲粉红色嘅嘢咧，我都系忍唔住嘅。除咗佢嘅颜色好 QQ 之外咧，我好中意佢嘅质地啊！佢嘅物料咧就好似翻工嘅恤衫咁，同埋佢系少少 oversize 嘅，戴得嚟咧系偏长嘅，感觉咧好似有啲沟咗男朋友件恤衫咁啊！即系好似喺电影咧睇到咧个女主角朝头早起身煮早餐，跟住好 sexy 嗰啲咧，同埋佢都非常之容易衬嘅，我就咁衬咗条短牛仔裤啫。佢原价咧系399，依家卖紧199咋。今次揀的就是这条胶胶地的黑色短裙，我很喜欢它的物料是令身的，这个其实很容易衬，有很多种方法的，可以衬一些可能全黑不同物料的黑色，这样撞它有些令身的质地，其实都挺漂亮的。但今次我就揀了一条黑白间条的 top， 个人认为上身衬一些 crop top 或者一些短身的衣服最好了。我见到件上身有些间条，所以我对鞋都衬一些打环一条条的间条，这样就整个 outfit 好像都间条间条，全身由头到脚都间条。No, let's not put a label on it. 今次的主角呢就是一件毛神神的黑色，但是深蓝色，它好像有少少深蓝色的毛神神褛。对于我自己来讲，毛毛褛是冬天必备的，我本身已经有一件白色的了。你看它毛神神就知道其实它很保暖，我也知道今年香港冬天的而且确是有点热的。它最神奇的地方就是你可以入面穿一些最轻的 T-shirt 牛仔裤，但只要你加了一件毛毛褛，整个 outfit 好像立刻 upgrade 了。这个毛神神真的很正，有点像星星。这件原价就要899的，第一减价就699而已。Technically 咧，我呢件褸咧，其實就唔係喺減價時候買嘅，咁我原價已經買咗噶啦，咁我一早已經咧對佢一見鐘情噶啦。每一次我著呢件褸咧，啲人都會問我：你件褸喺邊度買㗎？跟住有兩個 friend 咧，即刻同我買咗一模一樣啦。佢嘅質地咧真係超級無敵舒服，係今季非常之興嘅絨布。呢件褸咧就有黃色、灰色同埋藍色嘅，咁我自己咧就揀咗呢個藍色啦。今次條片咧就係咁多啦，非常之多謝大家今次又繼續嚟收睇啦。我有啲嘢想講咧，就係我要讚一讚咧，我媽咪拍片嘅技術真係越嚟越勁，你知唔知？我真係慢慢 train 到佢咧，真係非常之多謝我媽咪咁有耐性幫我拍啦。咁如果大家都覺得我媽咪拍嘢嘅技術咧進步咗好多咧，就記住俾一個 like 俾佢啦，因為我覺得佢係需要一啲鼓勵嘅。係啦，咁再一次多謝大家收睇啦，我會好快見到你哋噶啦，拜。Beside, set your heart and I'll show you.